你看中国那个文人画，他不把它画满，他要留有空白，甚至有的留的多了叫马一脚下半边了，就画一脚画半边，中间空的。你去问他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，你别看我这留着空白，这个地方不是空白，这叫什么？这地方涌动的是元气。什么是元气？无形。我这个叫无画处皆成妙境，我这个叫既白当黑，我这个叫虚实相生。你看虚实相生不就是有无相生里边延续的出来的呢？你看中国的园林不也是这样吗？妙在什么地方呢？中国园林不仅强调实景，更强调的是虚景。风声雨声月影花影，有无相生。